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秘密关。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如约播出，一直受到观众的喜欢，创作了许多有口皆碑的综艺节目和电视剧。这次呢，跨年晚会的主题是你就是光，向我们传达拼搏、传承幸福、追梦的力量。流量歌手和明星云集，合唱、独唱、歌舞等看点十足，每个明星展现独特的气质和魅力。湖南卫视呢邀请了许多当红的演员和歌手，龚俊和信演唱了《黄种人》，整首歌呢气势磅礴，唱出了华夏的骄傲。龚俊呢整体造型很闪耀，内搭红色衬衫热烈入伙，有跨年的红红火火，外搭亮色西装，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热血满满的舞台。跨年晚会呢有新的突破，龚俊还唱了 rap， 字正腔圆，节奏感强，听得人热血沸腾。众所周知呢，唱歌和跳舞不是龚俊的长项，他自己曾说呢，歌舞双飞，唱歌跑调是常态，还经常带偏其他人。不过呢，他一直在进步，天赋不够努力来凑，站在舞台上依旧自信满满，歌声高唱，捏紧小拳头为自己加油打气。龚俊的音准呢有进步，四肢啊还是不怎么协调，开场打鼓帅气十足，充满力量，情绪饱满，十分投入。不过肢体有点僵硬，动作幅度很大，中气十足有力量，可见龚俊玩得很开心，很燃很炸。这个动作可爱又尴尬，一直在敲，节奏感没有。唱歌没有专业歌手实力强，唱歌的动作和手势倒挺到位，大腿一迈，大手一挥，高音就上去了，完全拿捏住了唱歌的技巧和动作，着实啊有点尴尬，却又不失可爱和乖萌，还有点搞笑。龚俊的表演整体让人满意，毕竟啊技术很差，跨年晚会的舞台已经尽心尽力了，进步太大了。对于晚会打鼓唱歌时的动作，龚俊发文回应，非常努力的在进化我的四肢了。龚俊的回答也太有梗了，带给了观众许多的欢乐，也说明了他真的在努力改变。他还晒出了跨年晚会的帅照，四肢修长，皮肤白皙，龚俊的四肢进化得很成功了，好像漫画里走出的帅哥。龚俊在评论区回应，我真的尽力了。龚俊附上他和信的对比照，信稳稳安静的唱歌，龚俊动作手势幅度太大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自信，笑不活了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龚俊这次的表现怎么样呢？龚俊呢是今年的新晋顶流，凭借《山河令》一炮而红，收获大批的粉丝和关注。如今呢，他在某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高达1933万，发表的动态呢基本上能够达到200-300万的点赞，这就是他爆红的证明。有人说呢，他的爆红是运气好，这一点不可否认，遇上一个被大家喜欢和认可的角色是一种运气，但也是实力。他今年一共播出了6部剧，这个数量让他今年全都备受关注，题材呢也包括了古装和现代剧，其中两部还是今年的爆款。首先呢，第一部是在陈晓和颖儿主演的电视剧《舒克与桃花》里面客串，他饰演的是一个小骗子。坦白说啊，这部剧没有什么太大印象，也就不过多评价。第二部作品是《山河令》，这也是让他成为顶流的关键作品。他在剧里的一颦一笑都是那么吸引人，他的古装扮相呢也很出彩，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。第三部作品是和陈瑶合作的《指尖少年》，两人在剧里组怪打对，是根据游戏《梦幻西游》改编而来。第四部作品是和张慧雯合作的《你好，火焰蓝》。看完这部作品啊，不得不说一句，龚俊饰演的消防员太帅了。第五部是和王子璇合作的《而你刚好发光》，是一部青春校园网剧，没看过就不至于评价了。第六部呢是《沉睡花园》，目前正在热播当中，也是今年的口碑佳作。唯一遗憾的是一周两期更新太慢了。龚俊饰演林深，乔欣饰演潇潇，男女主两人的日常互动是该剧的一大看点。男主啊简直太可爱，一不小心就开始吃醋，两人池边初吻也让人直呼好甜。还有一个看点呢，就是他所具备的现实意义，他解析了关于 PUA、 精神依恋、网络暴力等，让人看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最后啊，我想说，龚俊的爆红不只是运气好，遇上了合适的角色和时机，也是他的实力，让他有机会受到大家的喜欢。相信啊，他的优秀会让他在娱乐圈里继续发光发热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。